好啦，开始啦。这边有个领上来的人，我们的侧人太多了。如果我们一般情况下那个，有录音呢？拍的时候肯定有录音。来弄个音，有没有解说一下？对，来小五解说一下。那得 English， 就听你在那里说。没关系，待会可以接，你先拍好了。我已经拍换地方了。这个没插进去吗？插进去，等一下。整卷五米长的枪，就是这些枪没了。枪。七星这个没用的。小猪，这样会不会太长了？我中间切断了，能不能两个？中间不要了，其他切就好了。可以切，那我关掉。暂停。如果是两个是不能连接一起的，是吧？一个可以切的，是吧？都可以的，可以在一起，也可以连接的。那小 B 赶紧跑到下面去拿一个 PGC 的枪吧。往这边走近一点吗？啊？往这边走不近点，我说小 B， 小张那里不是往这边走近了吗？这个小张，你这个没有呢。你那个枪接不起来的，你要充电的，你这个没有的，这个没有的。这里原来有个平板的枪，要把拿个 PG1 的枪过来。没有，我那个拿的。啊，你小赵这边。奥宾尼的那些枪没有。啊，那我就跟他们看看手机的功能吧。下层楼看不清楚，怎样清楚？哇，这个清晰度是高的，怎么样？啊！你跟着我干嘛呢？挂上去。这个又是怎么又是这种枪吗？普通的。这个接法也行，其他都无所谓。我们现在那个枪吗？
这么行。我通一下电，能不能通一下电？电电。那好的。还行，这个还是地线。地线？还有地线吗？那有没有？那边有没有？应该有。那边有地线。啊，顺便就把公司其他的机器也给拍一下吧。现在也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好了。好了。等一下，电线拿过来了吗？没拿就结束了。啊、哦，那还拿一下机械吧。接一下。啊，还是电线接一下吧。到时候误导人家。但是你到时候，我觉得演示的时候应该是先接地线，然后再。全部接好。全部接好再地线再。不能那个要剪一下。剪辑一下，先接地线，剪辑一下，迅速换一下嘛，地线随便来，夹一下就行了嘛，你看看不到就行了。你不要给他们看到，否则他们真把线都夹到墙上去，这是接到你所喷的工件上，随便夹一下就行了。把是这里。